准备，四脚步步走。好，弓步打好不要动，弓步做好了不要动，弓步四脚做好不要动。哇，我奥运之后都没见过小健手，所以见到你们我很开心，也提醒了我当时为什么那么喜欢击剑。所以你们笑一个，因为不紧张，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很喜欢斗智斗力，也平衡了我上课的时候的那个学习的压力，因为我上完课我就可以很兴奋很开心的去训练。我想过去这两年压力最大的时候是特别是为了这次奥运就是以这个世一世界排名第一的身份去打奥运，就好像不能输，不应该输，所以就要说服自己，告诉自己我已经很努力。我已经被妈妈骂了好多次，不要再哭。之后我又哭了，所以今天回去又要让她骂。可以说是我一点都不完美。你们对我太慷慨太好了，我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好多东西需要做得更好，特别是大家现在对我有高期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差。所以我要继续努力，继续学习，希望能做到你们心目中的完美。